可以看到节点也是非常多的，虽然说呢国家不是很多，但是节点比较多。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频道。今天又来跟小伙伴分享一下我们12月份目前比较好用的免费 VPN。经过我们的筛选，目前呢，本期就给小伙伴分享这三款免费的 VPN 软件，永久免费，无限流量，一键就可以科学上网，非常适合我们新手小白的方向。在开始之前呢，先给新来的小伙伴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频道。小伙伴可以收藏、点赞并且关注我们频道。在首页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多个播放列表，像免费科学上网，还有各种翻墙软件的使用教程，以及我们每天也会给小伙伴更新各种免费节点。另外呢，还有我们手机端和电脑端的各种黑科技软件，懂的都懂，在这里我们就不废话了。有需要的小伙伴都可以自行去观看。好，下面呢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到我们的安卓手机上。好，小伙伴可看到本期呢就是分享这三款免费的 VPN 软件。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款，就是小宇 VPN。 我们打开非常简洁，除了一个点击连接按钮之外呢，没有任何多余的设置，非常适合我们新手小白使用。下面呢我们主要来实测一下它速度怎么样。好，我们按照它的要求点击不用了，谢谢。好，现在呢就已经连接上了，连接非常的快啊。我们再点击左上角，我们看到有各种设置，我们不用管它，这样就已经连接成功了。下面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谷歌浏览器，搜索我们的 YouTube 来进行实测。好，下面呢已经来到我们自己的频道了，非常的快啊。首先呢我们点击我们的频道，然后点击这个播放列表，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这里一个 vlog， 就是这个 4K 视频，我们点击播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非常流畅，我们来看一些参数。目前的默认只有 480p， 我们直接把它切换到 4K 来看一下。好，我们确定，我们刷新一下。好，刷新之后呢非常的流畅啊，缓冲也非常快啊，几点击播放非常的不错。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一款 VPN， 非常简单，除了一个连接按钮，没有任何多余的设置了，我们关闭。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款 VPN，就是这款原者加速器啊。它这款呢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点击第一个选项有很多的节点，基本上绿色呢就是延迟比较低的，这里呢也有各种的测速啊，小伙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想要的节点。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延迟非常低啊，只有60多，像日本的啊，也有黄色的啊，黄色的也就是说人数会比较多，红色的呢基本上也是属于爆满拥挤的状态，我们可以选择默认的。然后呢也有智能还有全局两个选项啊，建议小伙伴可以选择这个智能就可以了，不用，建议小伙伴呢可以自行选择啊，像我呢直接采用它的默认啊，智能就可以了。全局的话呢也就是说基本上连其他软件也都是可以直接科学上网翻墙的。好，我们选择智能之后呢我们连接啊，非常快啊，只有一个连接按钮，点击就连接了。我们再打开我们的浏览器，我们重新刷新一下我们的视频。刷新之后呢也是可以马上播放的啊，就是稍微有点卡顿，证明这个节点呢没有刚刚那个节点好啊。那看见默认呢只有 360p 啊，没关系，我们把它切换到 4K。 好，点击确定，然后呢我们再进行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现在已经正常播放了啊，还是比较可以的。缓冲虽然没有刚才快，但总体来说也是比较流畅的。免费的节点能有这样呢，可以看我们的四个视频，都是非常不错了。好，退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款呢，比第一款的好处就在于它有多种模式可以选择，智能和全局。另外呢，也有多个节点可以切换。我们关闭它，可以看到节点也是非常多的。虽然说呢国家不是很多，但是节点比较多。目前呢有四个国家：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啊，有五个国家的节点，而且节点也是比较多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款免费的 VPN。我们打开它，这一款非常简单啊，没有多余的选择。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国旗的地方，在这里呢也有多个国家的节点可以供我们选择。目前呢我们看到只有三个这个国家的节点啊，它节点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点击刷新一下，在这里呢默认它是自动选择的。好，我们来连接看一下。好，连接非常快，点击马上就连接。在上面呢有显示这个速度，它速度呢不是很快，只有几百 KB 啊，总体来说应该是比较慢，没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4K 视频是怎么样的。打开我们的谷歌浏览器之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可以点击就播放的，我们刷新一下也是比较快的。我们来看一下默认呢就 1080p 还是比较不错的。下面呢我们把它切换到 4K 来看一下，切换到 4K 确定，然后我们来刷新这个页面。好，刷新成功啊，也是比较快的啊。虽然说拉快进的时候我们会有点缓冲，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免费的 VPN 嘛，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目前这三款免费的 VPN 呢，我们就简单的测试到这里啊。总体来说呢，体验还是比较不错，相对都是比较简单的，都是只需一键就可以翻墙了。另外呢，每一款软件呢也是有可以设置成这个全局和智能的啊，像这个也是可以开启全局的，都是一样，只是设置方法不一样而已。基本上呢，在设置选项都是可以找到的啊，都是可以进行这个智能和全局的切换。好，我们本期的三款免费 VPN 软件呢就简单的跟小伙伴实测到这里，有需要的小伙伴就不要错过了。小伙伴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想要的，可以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和讨论。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